首先介绍的是 Ruin SC 手持云台 Ruin SC 手持云台专业套装的共有部件。开箱，云台主体与手柄电池、相机快拆板、电高模块与镜头固定支架、手柄延长脚架，折叠后可延长手柄，增加稳定性。展开后可用作三脚架以固定云台。手机夹可将手机固定在相机顶部，也可安装在云台侧面，还有适用于索尼相机的多功能相机控制线 Multi USB Type C 线、多功能相机控制线转接头 Type C 转 Micro USB 三颗四分之一螺丝、四颗 M4 螺丝。除以上配件外， Ruin SC 手持云台专业套装还标配以下配件：跟焦轮，六颗用于安装跟焦器电机固定组件的 M4 螺丝， RSS 一分二线，一个导管，一个跟焦电机固定组件，一根跟焦齿条。云台组装，将标配三脚架拧紧至手柄，并展开三脚架，将云台嵌入手柄接口，安装到位后锁紧手柄，锁定拨杆，打开云台三轴轴锁，并将云台三轴展开后重新锁定三轴轴锁，激活，长按云台电源按键开启云台，开启移动设备蓝牙功能，打开 Ruin App， 注册或登录 DJI 账号，再点击连接设备后选择 Ruin SC， 输入默认密码12345678，按提示激活。激活过程中需要连接互联网。感谢您的观看。